创造101，脸上写满野心的人真好看。今天公司的两个男生差点打了起来，争论创造101里哪个位置应该 C 位出道。躲得过偶像练习生，躲不过创造101。节目话题霸着热搜不下，抱着好奇心，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把节目完整的撸了一遍。比起 SNH48 女团清一色的日系萌妹装扮，101的小姐姐美得各有千秋，有甜美萝莉、性感御姐、个性 rapper、呆萌逗逼任你 pick。近几年，随着日韩流袭来，日韩女团在内地迅速圈粉，中国偶像女团市场被视为下一个蓝海。今年腾讯视频顺势推出中国首部女团青春成长节目《创造101》，节目召集了101位偶像女团练习生，通过任务、训练、考核，让选手在明星导师训练下成长，循环人气投票、暂时淘汰的流程，最终通过人气投票选出11位女练习生，组成全新的偶像团体出道。腾讯视频平台数据显示，上线一个月，四期正片节目播放量已超过19亿，在腾讯综艺榜单中位列《奔跑吧》和《极限挑战》之间，排名第二。创造101的发起人说，他们要打造一个中国全新女团，一个女生也喜欢的团体。节目最大的亮点就是小姐姐们之间的 PK， 火药味十足的 battle， 场面精彩，小姐姐们展现自己擅长的一面， rap、 唱歌和舞蹈全部上阵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我想赢。第一期强东越为了自己的 A 班位置，要求和 Amy 进行 battle。在 freestyle 的 rap 里，他说：“这次我认输了，很想听到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吧。”除了花光力气，我不会言弃。谁说我不行？我偏偏就要证明。面对强大的对手，他不服，大声宣战：“我要赢！”而当别人质疑 Amy 的厌世脸和年龄不适合混女团时，她说：“我想要去追，想要去尝试。”她的才华配得上她的野心，实力超强的 rap 和舞蹈也让她在节目中迅速蹿红。这些成员都是经过了层层海选，杀出重围才有机会登上舞台。而淘汰的综艺赛制本身就很残酷，小姐姐们该练习的时候努力练习，该上台的时候尽力表现自己，但该为自己争取的时候也绝不退缩。成员们带着功利心来参赛，为的就是出名，就是出道，野心勃勃的他们显得认真又直率。2018年初，一部豆瓣评分 9.2 的韩剧《杀出重围》，这部剧不是典型韩剧里的灰姑娘与王子的浪漫故事，也不是傻白甜女主角与腹黑总裁的爱恨纠葛，而是一部披着浪漫都市题材外衣的职场暗黑剧。剧情围绕三条线展开，分别是以当红新闻主播高慧兰成为杀人嫌疑犯，高慧兰在职场中的斗争，以及高慧兰和老公危机重重的婚姻生活。职场斗争这方面，大女主高慧兰气场高，
段位高，杀伐决断。从一个提问题没有人理会的小记者一步一步爬到新闻主播的位置，高慧兰的野心全部写在脸上。她说，我能爬多高就爬多高为止。为什么这部韩剧看的人欲罢不能？为什么我们会被这样的女主惊艳？因为剧情不再是空洞乏味的玛丽苏剧情，也没有所谓的黑化情节，一上来就展现出心狠手辣的腹黑女主。女主这种野心勃勃又志在必得的样子，让观众看得更真实更过瘾，收视率一路飙升。一共16集的剧在第7集收视率就成功破7，达到 7.1%。有人评价章子怡，说她身上有光，一上台就气场全开。芭莎慈善会上，章子怡从着装、肢体动作到眼神，满满都是戏。她穿着大 V 领长裙，外面罩了件夹克，可到了合影环节，她却霸气地脱下外套，露出香肩，气场全开，轻松就上了头条，带动一波话题。这就是章子怡的作风，一向高调，从来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当年拍《卧虎藏龙》的时候，导演李安心仪的女主角是舒淇，由于档期问题，只能重新找人。即使章子怡拍摄期间，李安也在不断面试新演员，为了争取到玉娇龙这个角色，章子怡下足了狠心。期间在一场武打戏中，她居然用脸直接去撞墙，头破血流。她要想红，所以她敢去做。随后，章子怡的演艺事业一路开挂，从《十面埋伏》里的小妹到《艺伎回忆录》里小百合，获得了很多奖项，一跃成为电影节的评委。她终于站在了名利场的顶端，够拼又有野心。后来，她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。正当所有人以为他被丑闻压得翻不了身，一部《一代宗师》又让他重新杀回到镁光灯下。他借电影《李公二》的口喊话，话说清楚了，不是你还的，是我自己拿回来的。他站在娱乐圈的风口浪尖，咬着牙一劲向前，毫不掩饰自己骄傲和野心，做拼命三娘。有镜头的地方就是她的战场，她就要争，就要耀眼。放到十几年前，如果你形容一个人有雄心，那就表示他很有抱负，他会很高兴。如果你形容一个人有野心，那就表示这个人占有欲很强，好像要抢走别人的东西似的，他会很不高兴。自古以来，野心在多数情况下是个贬义词。不过，现在有心理专家研究表明，野心是成功的关键因素。很多人说，性格决定命运，而在职场，欲望决定人生。可以说职场的野心就是动力，如果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甘于平淡，没有工作目标，缺乏职业规划，不想升职加薪，每天安于现状，固步自封，时间久了，不免变成了职场咸鱼族，成了一个积极废人。职场中从不缺乏机会，缺乏的只是意识，一个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阅读的意识。想听
一款可以朗读文章的小程序，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，将文字信息转化为声音信息，给文章配上嘴巴，让文章开口说话。